ちゃった。稍微早一点，因为要去找一下我们的会计，找完了就回来。因为金叔他们、顾他们都在家里面，他们现在慢慢起来在洗漱了。而且他们还没吃早餐呀。对，回来就赶快，我们弄完了就可以回来，我们可以去出去吃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我们家好热闹，一起来，耶、yeah ！我跟金叔把这个移过来了，放在这里好像比较好看。我们要去 South Coast， 还有一个巨型看我们一个大车坐满了人，我们要去吃顶泰丰，好像。套迪伦送的衣服，舒服吗？我觉得很舒服，舒服最重要。我运动装了，你看你什么头型哦？方便面头，还蛮好看的。俊树一个人在前面暴走，他要去帮我们拿顶泰丰的号码、嗯。看起来今天人并不是很多呢，我已经跟不上他的脚步了。那还是有人在排队哦。我第一次在顶泰丰等位少于一个小时嘞，这边每次都超夸张的。它的 sticky rice 就是粽子椰油超爽。Oh my god， 要。好好吃，要你们就随便点吧，我能一个人吃完这个菜单所有东西。终于要吃饭了，哇，他们这里还蛮酷的，现场做包子吗？哇，专业哦。其实我现在觉得他这个头发还蛮好看的。啊，糯肉烧麦我最爱吃的没有了。是谁给你做的头发呀？自己。哎呦，你这么有创意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的是这个酱。哇。你要素吗？哇。开心比较重要。哇，你看看还。细长针。对，弄得不错。这个扁担。哇。哇。弄这么乖，你舍得吃吗？这不知道有没有我做的。That's your favorite bun. Okay, thank you.No problem. Be careful. The top of that bowl is very, very hot. 我尝尝是不是金叔的那么好吃。我要吃这个。你吃过吗？他吃过呀。这个我吃过的呀。可以。今天他要做糖醋排骨。哇哇。其实这个看着蛮简单的吧？对对。这个就很快就可以了，最好是加热水。专业。我先拿一个糖。我这掉了一块。好好吃啊，超级无敌好吃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不辣，大家都会做了，自从看了你的视频。不一样，嗯，偏酸一点。啊？我以为要偏甜呢。是好吃的，可是我觉得金叔的更好吃。哇，我的妈呀！你说的，一二三四。你吃的是爱的味道吧？嗯，哦，酸辣汤，我要重点表扬一下这个酸辣汤。我觉得好好吃。还值得吗？开胃啊！刚才那个排骨就跟没吃了一样。好吃了，嗯嗯，哇，好爽！这么红油，你的烫吗？烫哦，灌汤包吧，有点烫死。他应该先喝口汤，他都不说话了。螃蟹的味道跟猪肉完美的混合在了一起。Yeah, oh my god！ 后面有个小鸟，跟大家 say 个 hi。你这个椅子感觉很舒服。我们俩拍。我们逛完街啦，然后我们要来吃饭。今天选了在这里吃拉面，又来了这个 Hinonori。这个好吃，然后可以加一堆这个 topping， 好爽。我们还要点炸鸡 ，topping 有豆腐。我们的菜上来了 ，Vicky 最喜欢吃的拉面。我这次终于记得加菠菜。叫大骨汤吧。浓郁的奶油香包围着你。啊！他怎么把那种骨头熬出来了奶油的味道？什么东西？添加剂。哇！
香啊。How did it so far? Did it taste good? 你要换多少？对，你要换多少？你觉得味道好吃吗？我们回家啦，我们金叔在拆箱子，有个酱酱的东西，我知道。哈哈，我买的锯子，还给酱酱买了一个他的喝水的。他卧室里面有一个，然后我这边也给他买一个好了。这是会喷出来的。对，这样他就比较喜欢喝水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可以做出来，我就要去排队。我也觉得。但女孩子不会点这个吧？我都喝清淡的，我不喜欢太腻的。就把西瓜打碎。对呀、啊。放绿茶。对呀、啊。放点蜂蜜。你哎，做好了。不错哎，感觉，感觉质量还可以哦。哦，吸住了。哦。是不是很好玩？先把它冲一冲，让里面的过滤的那些东西把它先泡一泡，对吧？哦，嘿嘿，好乖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。他们两个人是整个房子最早起来的两个人。他们都还在睡觉。他们经常半夜起来发微博什么的，因为国内时差嘛，也很辛苦，所以让他们多睡会儿。看我们在看谁？胖丁他们在吃小时代，好像他们有太乖了，他们。我看到了。嗯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现在在晒太阳吗？那为什么是那个很神奇的姿势？哦，好的。现在大家都在帮我们。哇，金叔加油！可以不？三二一。然后你们进去还想怎么掉个头？对。你要给它放倒是不是？对。哇塞，他要垫一下，你可以先放下再说。哦耶，哇厉害。对，哦，不然你扣不上去的。哦哇，你看这就扣上去。I heard from a friend of mine who saw you just the other day。Oh, I guess that you were back in town. It'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you've been around.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make the streets unsafe together, baby? We were young and foolish then. 装好啦，噔噔！帅爆了，没有金叔真的拼不了。今天来吃 Water Grill。因为姑还要拍照，她现在在车上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先坐进去等他们吧。啊，好暖和，那里有个鱼白白的骨头，我好饿哦。我也好饿。这家餐厅还蛮酷的，感觉装修很棒。这边是室外，我好喜欢这个椅子啊，好漂亮，这个瓷砖也好看。他们在这边拍美照，迪伦是你在拍还是？对呀、啊，我要来拍呀、啊！迪伦拍了一个，好好看、啊，然后故意看就好看了。要不我们两个换一下？我们俩换一下。要瘦一点吗？还是？当然是瘦一点的。还可以选。二三一，二三。我给大家看看金叔拍的酱酱，超好看，有没有？这像是哪里？根本不像家里啊！还有这一张，酱酱是不是很好看？太赞了！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是？你的是他的东西吗？因为他最简单。你知道那次我们在日本那个酒店里面吃那个豆腐？是啊。其实那个是京都的那个特产。它是什么酱啊？哦，就是有点像醋吧。金伦，他在学青年的拍照。啊、换一个姿势。再来一次。换一个，快点。哎，对准了吗？对准了吗？你的手势。对准了呀。表情。你脑袋不是他的呀？这是谁？你在干嘛？这样的。表情。对。注意你的表情。哎，我笑的鼻涕都出来了，妈呀！注意。哇，我们的菜都上了。我点了一个鸡肉沙拉，这两个是虾子的沙拉，点了个 Brussels sprout 土豆泥。那边吃的最多的人是个汉堡，灵魂汉堡。你
哇哦，谢谢。这种大车真的好爽哦，里面可以直接坐八个人。嗨，高兴的不行了，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因为就是喜欢多鱼和毛毛虫，它好乖呀、啊。好嗨哦，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。感觉人生达到了高潮。看到这面镜子让我想起了国内前段时间那个新闻，镜子倒下来把小孩砸到了，但是你看他这里的还做得蛮好的，上面也打死进去了的，应该是蛮安全的那种。这里也有微信支付，越来越厉害了。你看他好乖啊，这个狗狗。 Hello， 太可爱了。我们四个女生在逛丝芙兰，看一下他们俩在外面噔噔噔噔，家里面看江城在吃他好吃的猫粮，还给他放了一个好看的画在旁边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，我现在已经起床了。迪伦在后面剪视频，叔已经离开了，姑姑他们几个女生还在我们家，他们晚上的飞机，所以白天会跟我们在一起。但是我现在刚刚化好妆，因为我今天要录一个包包的视频。我去刷个牙，然后再涂个口红，我就先去录视频了。我拍完视频了，我们来吃 Chick-fil-A， 超级多，哦耶，快乐。我要走啦，拜拜，下次再见。很快再见。我觉得我可能三月份又会来找你的。带你去东京铁塔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去机场穿羽绒服，是不是人家以为我是个智障呀？没关系，回到杭州就冷了。他们要走了，拜拜，我想你们的。你不要假嘛，真的话流两滴眼泪。哎，不要凶。你明明就是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好吗？还有，还有。拜拜，橘子。今天早上金叔已经提前先走了，然后姑他们三个现在。他们要走了，拜拜拜拜，好。嘿嘿嘿，从来没有过的角度，哎，好了，我要热个菜。他刚才过来，我说你把这个相机放这干嘛？他说要做饭，我说你要做什么饭？因为他就是要热一个剩菜。因为昨天我们吃了那个小时代，啊对，我们昨天吃小时代了，然后没有录。我在给江江做晚饭，是不是江江？江江。嗯，对了，我把饭热一热，我准备用锅热饭，所以说就稍微讲究一点。为什么要这么讲究？因为微波炉打不均匀。看见的饭饭，第二次吃菜往往是最好吃的，这时候所有的味道都就进去了。哦，下一道菜就厉害了。看看今天的晚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香啊！非常的饿，辛苦的在剪辑的视频。Good morning， 酱酱在吃饭了。今天视频，酱酱受到了好多关注，谢谢大家关心酱酱。他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我们也有在尽量注意他的饮食方面。那我们之前也问了，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医生，就想给他换成湿食或者那种生肉，但医生说他刚刚这样还是不太建议，可能之后慢慢的吧，如果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可以给他换一换，所以我们可能再等一等。好多人建议说给猫喝水的那个东西，我们家有两个，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里面，就是像家里面到处放着，可以给他多喝水。现在准备再收拾东西，最后的要出发啦，要去工作也是玩耍，所以 two birds one stone， 准备出发啦。刚刚买了咖啡，还有bagel。上次就想来买的一件外套，今天来买了。滑雪去。我们到了朋友家啦，准备把后面整理一下，他们还有一个箱子，还有一些菜什么的。
Oh my god， 看看他们买了多少东西。这是要去住一个月吗？我们就去三天。我的天啊，他也是个喜欢吃水果的人，跟我们一样。找朋友借了一个稳定器，然后我们准备去拍好看的视频，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路程。5小时30分钟，316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不胖的小胖哥。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的路线已经到达了倒数第二步，就是还有218迈以后，我们就到了。还有220迈左转。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在高速下面了。不会还有红绿灯吧？真的是有红绿灯，200个红绿灯啊，得走。哇，这个坡好大，它要怎么对焦？怎么这么黑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。我们现在中途休息，过来吃个汉堡。汉堡王，我第一次吃汉堡，去汉堡王，然后还被看 ID 看看。Double Junior 是不是他爷爷？是他舅舅。这都这么好吃啊，特别好吃啊。看 Steven 的一大口。Oh my god， 我的一大口是人类的一小口。贼爽。好多雪啊，雪都堆积如山。来到了冬天，今天开了一天的车，哇，现在旁边全部都是雪了。我们终于到了，我的天哪，现在外面25度。我们下车感受一下，哇，超级冷。哇，看这些水结的冰柱，哇塞，哇，哇，厚的雪啊！哇哇 ，powder， 哇，143，辛苦。高海拔，有点累。好累啊！哇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Airbnb。刚才我们就从那儿进来，然后现在这是客厅。哇，这电视，哦，不是，我看错，电视在这儿。有火炉，这边是餐厅。这有厨房，都是有一点点挑高的那种，朋友帮我们订的。Oh my god， 外面是阳台，然后都是雪，大家看得到吗？这边看一下房间呢，慢慢。哦，这儿就有一间房，这应该是个厕所吧？哦，这儿有一个厕所，然后楼上应该还有一个房间。我现在不想上去，我也不想上去。好嘞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零食一角，买了好多辛拉面，我们准备煮部炖锅，不过今天没买白菜，明天去买了再说吧。这边水果，看看这里我的金牌专区，小面、酸辣粉，然后这有一个重磅，他们新出的酸菜米线，我还没吃过。今天晚上我们四个人，本来我们说煮饺子的，结果一个人想吃，然后所有人都想吃，所以我们四盒都煮了吧。现在正在烧水，看看这个米线，我天啊，期待。我闻一下味道呢，等一下还有最重要的一包没有放进去，看这个酸菜。 Oh my god， 不行了，这个太霸道了，这个料给的足，所以肯定好吃。看，你把它和转和匀，闻起来倒是挺不错的，闻起来很香很香。它有加那个刚刚接吻讲的辣酱，有，就是有一个榨菜，我感觉有点点辣，你试试。好吃吗？哎，还不错哎，但是它是麻辣，嗯，有点麻，它不是那种死辣，所以还能接受。看看这里面的料，好多酸菜啊，有点辣，多点吧。谁需要带醋自己装的？我等一起榨菜，我要不要给你少放点？你就别放。你要不要点醋？你也来点醋吧。来，弄过来。我也要醋，我喜欢醋。这个红包闻起来很棒哎。这个我给你放一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油包。哦，好。这个流的口水不行了，嗦一口呗。我有点流，可以吃了吗？你可以吃了，因为我刚刚你的半天了。好，我都已经吃了一口。那我吃了。你先吧。怎么？爽吗？嗯。是不是麻？嗯，麻。麻吧。爽不爽？
是吧？为啥都觉得麻的，那就我过来、但是很爽，挺不错。感觉面好像还没熟哦，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米线，方米太好吃了，感觉你们一碗并不够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只是开胃的。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四川人胃口的，也符合北京人的胃口，但是对北京人有点辣。你也觉得辣是不是？北京辣北京。这个你想掰一点吧，你可能不行。像饺子还没上，面已经吃完了。哇，嘣嘎嘎，嘣嘣嘣哈，我在月球了。你已经吃完了？我吃完了。这么快还没等到我，我还想留一口以示对二位的尊重。我两大盘饺子就不起飞了吗？我很期待你的反应哦。我最爱的酸菜。Oh my god！ 拍桌子！哇，这是挺好吃的。它有点老坛酸菜的味道哎。我明天早上起床可以吃一碗这个吗？没有了。我觉得加了醋啊，味道就不一样了吗？简直那个灵魂乘以十。对于不能吃辣的人，我要建议一下，真的少放辣油，尽自己的，尽量力而行吧。量力而行。吃完饭就在家里躺着看电视。大家早上好，超冷的，看我爆炸的头型。我带你们看一下外面，超夸张的。很多雪，这个路不上雪链可以开吗？我的天哪！今天早上起来做了一杯咖啡，还有一个燕麦。今天我们要吃个早餐，然后去租雪板，然后我们再滑雪。早上起床，我在看纣王的采访，他真的好厉害啊！大家，他在查待会儿我们要去哪里租雪具。我们要出去滑雪了，好冷啊！你穿的比较好，因为你 Oh my god， 这个雪好爽，小心啊！从来没见过雪一样，好多雪。今天还出太阳了呢。我们现在来租板。Yeah, I can set you up with 12 degrees and 12 degrees. Okay, okay, that'd be perfect. 对，进去有点难。不知道，应该是滑雪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先来卸货，把板拿下来。大家都开始滑雪了，我第一次来 Mammoth 这么大的雪山，之前滑 Big Bear 啥的都是稍微比较小一点的。我们就用手机录吧，现在滑雪不太方便了。哇，这个雪真的很不一样，跟你们说哦，感应的和风伞。哇，这个雪好爽啊，看一下这里的雪哦，对比一下 Big Bear 跟 Mountain High， 简直是两回事好吗？好开心。 You are so ready。而且这里的缆车也很快，哎，这里滑雪真的比那边爽太多了，就是有点远，其他没毛病。刚才我的手套被他丢到了缆车下面去了，真棒！外面风景好棒啊！好高的缆车呀！哇，高手高手！我在看 YouTube 的 live， 太厉害了，我佩服。
磨合恢复呀。哎呦，不错，滑得越来越好了。看到他了吗？粉色衣服的，成功归来，厉害哦！食堂真不错。走，我准备要点个汉堡吃。哦，是那个 Grizzly Burger。看看我们的午餐，你点了一个韩国的 bowl， 然后 Joanna 点了个跟我一样的汉堡 ，Steven 你点了个汤。看那个人，他今天练习的好厉害啊！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变得 ，Oh my god！ 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很棒了。一二扔，敌人，然后我快扔给我，Steven， 请使用。哇哇，像什么味儿的？还蛮新鲜的。再吃一口。嗯，香。老铁，666。你晚上就吃这个吧。香。哇，现在夕阳西下，超级美。我的手超级抖，所以我拿相机有点抖。我在那边 memo， 两十分钟我先拿。到后面的山，现在我们的板放在里面都在滴水。来逛个超市，背后就是雪山。你是不是很累 ？Oh my god！ 刚才在山开车开了5分钟，我现在快散架了。我怎么这么肿啊？滑个雪，哇，走不动，我今天摔到屁股了。Oh my god！ 现在来一下超市，都是雪的超市。哦，好冷。大家看这个，好笑啊，它已经没法用了。雪里的艺术吗？这是，哇，好冷啊！哇，完蛋了，全是冰了，小心滑啊！走了、我们终于回来了。小胖哥累不累？累啊，太舒服了，快乐肥宅雪。要不要我邀请你喝一杯？嗯，这是什么？可乐。哇！记住，看电视，玩游戏啊！你要玩卡丁车吗？我今天手套掉了2次，都是在缆车上面。冻掉了一次，掉到那个雪地里，有个人给我捡到了，然后可能放到了那个入场的地方。我的天哪！我后来就一直是一只手，我本来是给 Vicky 的，结果 Vicky 突然掉下去了。后来找到了以后呢，刚找到两只手都有手套了。又坐个缆车上去，对，又掉了一只另外的。后来我就去那个道捡，那个道还是野道，里面有那种树的。哦，把那个又找回来了。上面的人还说 You can do it。我们今天去找租板子的，在外面租的嘛，稍微便宜一点，可能40、42、45。但是后来我们到了那边才发现，那里就可以租板子，别人租57块好像，还是55，反正大概就是比外面可能贵个10块钱。大家可以衡量一下，如果你们过来玩，你们宁愿自己去外面租，还是在门口租？门口租还蛮方便的，你就不用去那边运输来运输去的。今天好累。不过很开心，很爽。我们的大乱炖看起来棒不棒？闻起来很不错的，幸福的部队锅。哇，全身感觉被打了，什么味道？哇，好吃吗？尝一下。主要是午餐肉，追寻着你。Oh my god， 我的 idol。有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呀。唱来哟。我你。被迫回唱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好。Vicky 有点高反。因为这边属于高原，把海拔有点高。小胖哥在给我们做早餐，他煎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鸡蛋，就是两个两个鸡蛋。首先呢，我们将这个橄榄油烧热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是一个不粘锅，所以说它不能
就是把它空烧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它上面有化学物质会烧坏，所以我们就先放橄榄油，这样子就会保证它的，你看它已经开始冒烟了，这是差不多我们已经，它这个火候非常难掌控，大家可以看，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瞬间改变的，就是你大火到小火是有一定过程。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打蛋，失败了，他这个大火到小火的转换，我这个教程为什么比较好，是因为大家都可以在家里完成很多那些就是美食的，他们教程他做的你在家是做不了的，那我们这个大家都可以就是发生一些小失误是人之常情，看来已经稳定起来了，大家可以用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念来撑住。再看外面白雪茫茫，我现在手拿镜头都有点抖，全身都酸，脖子酸，肩膀酸，腿也酸。我们现在准备好了，现在要出去工作拍照。今天好像没有太阳哎，要有太阳就好了。其实也挺好的，没有太阳光线比较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出门啦，我们的小伙伴去滑雪了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去了。我的嘴巴可能是因为就是这边又太干了，巨感觉有点肿。像两个香肠。今天大家带着狗狗在这儿滑雪坡，狗狗应该非常开心。现在出发啦，我们现在要去就是这边有一个 Village Plaza， 去那边看一下，好像那边比较多商铺啊 shops 那种的，去看一下。小方哥去滑雪去了，结果去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准备来吃早餐，感觉很不错哎，这个小小的一家店还蛮好的，好像在他们这边还蛮有名的，叫 Tumis。 我已经看到我们的鸡翅在等着我了，那儿摆了那么多盘子，我们这儿能行吗？你那个沙拉太任性了，这哪里健康了？请问我没有在追求健康。那边是 Crab Cake。 我们现在在 Mammoth 这边有一个叫做Village Plaza 的地方，哇，这太阳，看现在下午3-4点钟吧，太阳巨好。你看你的那个帽子像不像那种卖大饼的？这里还蛮好的，什么都有，有很多吃的，星巴克什么的。那晚上我们再过来吃个拉面吧。他们俩早上去滑雪的，结果滑了两轮就下来了，因为身体太软，然后就滑不动。昨天摔太惨，所以我的那个什么决定是正确的，我就不该去。现在出门准备去吃拉面，特别冷、好冷啊！你穿了那么多了还冷，哇，超可爱，超级有爱的一家小拉面店呢。没有要排队吧？哦，感觉不错哎，等就等一下吧。哇，画得很好哎。我要吃担担面。这里有担担面？对，真的假的？我看药不上的。吃炸鸡，好吃吗？十分给几分？四分，你给几分？哦，真的好一般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两分。啊，你看这个手甩的，这怎么都这么大一块啊？期待很高的土鸡辣椒吧。辣椒。评价完了。完了，找不到评价。像四季豆。啊，你吃过四川的炒四季豆吗？吃过啊，就是差不多那个味道。Spicy miso， 辛辣面好吃吗？满分数是10分。假的，真的是没有竞争不行啊！这个地方，小胖哥来一下。小胖哥，你尝一下，你给几分？你公正的给个评，不要受我的影响。我先尝一口它。专业。这应该是我两年内吃过最难吃的。这也是我经过这几年吃的最难吃的一顿。就是当我拉面店怀期待的时候，这种失望一落千丈的。大家吃完拉面都觉得特别的难吃。我就吃了两口一碗，我第一次吃这么少。对，第一次没看到他把面吃完，但他那个面真的挺难吃的，所以，但他在Yelp上面真的是真实的4颗星。谁那个啥？我给大家看Yelp是要抱着一种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周边的情况再去评鉴，因为它只有1到5星，并不能代表说五星就是你这儿的五星跟那儿的五星并不是一样的。爆难吃，这是我近几年来吃到最难吃的食物，括号食物。从来没见过面条的人，你看一下这两个人好生气，我真的太好笑了。天哪，我们愤怒的回家了，我自己愤怒的煮了一碗酸辣粉，准备跟小胖哥分享，我们要加点午餐肉。那个店菜太垃圾了，我们的爆炸酸辣粉煮好了，大家来 Mammoth 千万不要去吃那一家拉面店。
你们会后悔到的老。我在外面找到的。冰棍。哎呀，不要吃了，太脏了。我们在玩剧本杀，是我跟迪伦第一次玩，太好玩了。然后电视上还放着几百年前的康熙，真好看。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大概九点半吧，今天早上九点钟可能起来的，然后开始收拾，因为我们十点钟要 check out。楼上两位还在睡觉，小胖哥正在拉屎。哇、哦，我这边望出去天气好好啊，喝这一杯热的咖啡。这是我跟 Vicky 第一次来 Mammoth， 这里的雪真的很棒，而且很漂亮。如果你要在 Mammoth 滑雪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那个地图 ，Google Map 上面就有，它就可以告诉你可以哪一个点上那个缆车，然后缆车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点，然后那个点呢就可以到山顶。我们去的是侧山，反正我觉得很不错。Mammoth 的票在门口买是167，在 Costco 买就是90，好像90出头吧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买。但是 Costco 的票有 blackout dates， 请注意查看。你看这个雪超厚的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厚的雪。嗨。嗨，早上好呀，大家看都看不见我。哇，待会我要拍个太阳的这样。OK，我看个化妆，待会太阳没了。太阳不会没的，今天是万里无云，现在外面还蛮暖和的，比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14度。好。现在出来准备去吃早饭了。今天最后一天，天气超级好，地上现在结冰了。嗨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这个发型有点像萧煌奇。哎呦，说的白是什么白？我们来吃的 Good Life Cafe， 希望它是好吃。哇，好多人要等哎。快去啊，快去排队。你看他们这里好酷哦，这个餐厅，他们这里有那些客人可能画的画吧。其实今天在这边吃饭还蛮忐忑的，因为我怕它不好吃。不会的，这种美食应该还 OK。 昨天在那边吃拉面，我们确实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为什么会要在这种山上吃拉面？不是自己找死吗？耶、我们的餐桌好了，看起来比较乐观。不行，我要抢你的吃的。你的看起来也很棒啊。Wow, oh my god. Guess what? Extra napkins. Yeah, they saw it on that. 隔壁桌在偷偷的问我的菜，我点的是什么。Your steak is so good. Oh, it is. It's good. 我点的这个好好吃啊，你要不要尝一点？太好吃了！你们来 Mammoth 一定要来这家店吃这个 Laguna。太吓人了！爆炸好吃！如果这个满分是十分的话，你给他十一，我给他十一分。现在天气好好，一点都不冷，很爽。但是我今天一天还工作了，我们在路上拍了东西。不过我们现在来吃《鹿鼎记》。周杰伦也来过这里吗？五月天，还有谁？今天来吃墨西哥菜，但其实是烤鸭。这个人已经饿到又要不行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就是要爆炸之前。尝一尝，我就不要客气了。好、oh, sweet。不客气了。再放一块皮。
太棒了呀，哇，好吃吗？就是鸭架豆腐汤，鳗鱼糯米饭，糯米烧，黑椒牛柳，蒜泥白肉。Oh my god！ 终于回家了，刚才已经喂了酱酱，回来就咕咕的不行了。现在可以收拾东西，然后要开始大洗特洗。现在几点钟呀？6:50。OK， 那还不算太晚，边洗衣服边洗澡。还是家里舒服，躺尸啊！这个发型，我们终于回到家里了，然后可以躺在床上，自己的床上睡一觉，真的很爽。听说明天开始又要下雨，好烦哦。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都有很繁重的剪辑任务，那就交给他剪辑视频，然后做点别的图片什么的，然后再收拾家里啊。那我们要睡觉了，好累啊！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所以不用 check out 了。大家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对那种 check out time 有一种恐惧感，就是哦十点要 check out， 然后我这晚都会睡不好。你坐起来吧，你好丑。我不坐不起来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已经开一天的车。好，那他不起来了，那我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希望大家还喜欢这周的 vlog， 我们下周再见。我们很快就见，拜拜。